到底还有多少秘密？安排的怎么样了？医院里刚刚那些人……你为什么回来？你知不知道刚刚在恒生医院有多危险？那你呢？你明明知道这么危险，你又为什么要来？为了毁掉庄家。 你走了，没有人能拿回股份，也没有人能够成为蓝海一星真正的主人。既然我不能替心妍完成他的心愿，那我就替他毁了这一切。严星城，可你呢？忘了我和你说的话了吗？这不是你该回来的地方。严星城，你到底是谁？ 我看到了，你并不贪恋庄家，也不想要霸占蓝海的巨额资产。你不为了钱，也不为了人，那你为的是什么？让我卷进这个漩涡里面，你的目的又是什么？你想知道我是谁？ 你把我带到这条船上来，你总该告诉我，同行的是谁。我是这个世界上最爱庄心妍的人。为了他，我可以放弃一切，也可以毁了一切。我就是要帮他把该拿的拿到。 如果拿不到，那我就把庄家和蓝海全毁了。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，为了心妍，我都会去做。严星城，可是现在这些跟你没有关系，你可以拿上你的护照、机票飞回你的海外一大，你可以走了。等一下，我说等一下，严星城，我不走。既然决定了，就别再。 我要留下来保护你。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，我也不可能变成真正的庄心妍。 但至少我的脸跟他是一样的，我可以用我的脸、我的身份来保护你。就像在医院的时候，庄家的人还是会因为我的身份忌惮我的。沈曼宁，你不能毁了庄家和蓝海，这是心妍和他父母的心血。他一定希望你能好好的守住他们。 我跟你回来也是为了完成他最后的遗愿。方想控制了整个 VIP 病房的系统，今天和明天都不会有人出入老董事长的病房。我们找了医院最专业的专家，给老董事长进行全面治疗。 待正式结果出来后，我们再把老董事长送回恒生医院。你们是怎么想到要把董事长，要把外公送到别的医院去的？从回到庄家的第一天起，我就觉得不对了。庄老董事长病历上写的是肾脏衰竭，除非进入晚期，否则不会昏迷得那么厉害。 但是肾病晚期。
病程都离不开血透仪，但庄老董事长床头的血透仪极少打开。从那时起，我就严重怀疑有人故意拖延老董事长的治疗，所以我们把他转到我们熟悉的医院，用我们的人全面治疗。故意拖延老董事长的治疗，那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？老董事长严重昏迷，蓝海一星群龙无首，庄家大乱，就会有人趁这个机会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，庄家的掌控权，集团的高位，又或者从来不被允许的放纵和自由。可是他们都是外公身边最亲近的人。在上位的世界里，没有亲近这样的字眼，又或者说在这样的世界里没有感情这种东西。无论是亲情、友情，又或者是爱情，所有人都像浸在深潭里的鳄鱼，为了巨额利益他们可以不顾一切。如果你也在这个深潭里，不把自己变成无情的鳄鱼，你就会被集体撕碎。这也是我要你变成庄心妍的真正原因。我会帮你的，你只要稳定情绪，维持好你庄家大小姐的身份，其他的事情我、方翔、元帅都会替你处理好。我保证一年以后会把你平平安安的送回到你的世界里。我是这个世界上最爱庄心妍的人，为了他我可以放弃一切，也可以毁了一切，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，为了心妍我都会去做。原来他真的很爱他呀。我保证一年以后会把你平平安安的送回到你的世界里。把我平安送回我的世界。我真的还能平安的回去吗？